这是一个影像的年代，所以我们真的会建议，就是，从小学就开始进行所谓的影像教育，有其必要性。那这也是之前在聊，就是说这2年我们跟很多公共电视或是很多基金会，我们进行就是可能会找一些专业的导演到学校带小朋友用手机拍电影，然后2天的时间带他们完成一个3分钟的电影。那各位可能都会认为啊，这有什么了不起？可是我们发现其中改变了几个现状。第一个是，你教会小孩子制作影像，他就会了解制作影像的过程，该做什么事，他该学会说故事。还有很重要是版权的观念，就像我们告诉很多小朋友，哎，你做音乐，你做电影要有音乐，那他的学校的带队老师就说，哎，我们就直接去下载来就用就好了，老师哦。老师是这样告诉小朋友哦，那你觉得这些小孩以后会付费吗？不可能。那这是所有人的问题。那他们开始知道，哇，原来音乐也是要创作的，创作也有他辛苦的过程。那我觉得这些观念在这么小的年纪里面给他，我想在未来这一票小孩他长大的过程中，他才会知道所谓的版权或是所谓的创作的重要性跟付费的观念。好，所以我觉得未来的电视的这个行业，因为载具的关系，因为电视机前面的人，因为功能的关系，它会很巨幅的改变。载具就是说，也许以后你的 T 恤上面就有一个荧幕了，荧幕上面就可以看电视了。那到底这样的时代来的时候，我们的电视的产品载负的什么的功能？所以我觉得那个东西比较大的是两个哦，就是电视机前的人，以后一定是全世界在思考这件事情。所以未来我们在这个这么小的岛屿里头做出的电视，能不能有全球化的思考，加上我们这个岛屿本身给我们的一个环境温度创造出的想象力，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在这块土地里头长大的100多台啊，已经有一个产生了十几年的一群100多台长大的人啊，能够想象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啊？这个是我觉得可能会比较。大家可以去想的。第二个就是功能，我觉得功能就是说，以后所有的东西如果都娱乐化了，我简单来讲，就是说教学，如果今天是微积分委托我们精心制作来帮他们做一段影片，我想一定比学校的好看。啊，再来就是时间上面啊，我觉得时间上面会是一个很大的决定点啊。我想以后可能是分你是即时的。还是我是随时可以从云端 download 下来的，我觉得这也会影响到所有做节目的功能性啊。那另外就是说，音乐的未来一定是在云端，姑且不论有钱或没有钱，因为就算不用钱，我们还是有收到钱。因为像 YouTube，因为大家已经开始习惯是看音乐而不是听音乐，就是很多是有 MV 的，是看音乐。所以你每看一次音乐，虽然你没有付钱，但是 YouTube 也找到了一些方式让厂商来付钱。虽然那个金额目前还是很小，但是我们看到了有一些在落实的行为。那另外有一端就是我们还是会往实体这块去迈进，当然 CD 是越卖越少，也说真的，我们现在在台湾 CD 卖的数量可能一般来说比香港的还少，但是我想在 CD 的包装上面，我们会更加的精致，让人家愿意花钱去买到这个实体的产品的时候，他是有感动的。因为你听到一个非常好的 CD 的音质，是跟你在网络上听到那个92K、96K 那是不能相比的音乐的感动，还有歌词的文字，还有它的故事。那另外还有一块就是我们会努力做的，就是演出，各种形式的演出，我们会用一步一脚印的方式，而且这是最直接能够跟另外一个人做最好互动的方式。我们会持续，就是从云端，从实体。然后我们也希望能够吸引更多年轻的人才加入这个行业，不管是幕前或者幕后，这样我们这个行业才会有未来。这是我们对未来2030还是一样的看法。谢谢。大家用一句话一言以蔽之哦。如果说讲未来的华人娱乐市场，如果在我们台湾来讲，我们有些幕前幕后的人哦，想投入这个市场的话，应该把握一个精神，就是做一些具有台湾特色中华文化。电影方面，我们也知道了，合拍。就算合拍了，我觉得通路电影院也是一个大问题，跟以后钱什么时候收回来？你投资了3年，6年之后才把钱收回来，那是很累的一件事情。那以后用进口片进去，就要涉及到行销的问题。涉及到行销，我们刚才讲了，就是一个就是它的宣传，一个就是它明星。
如果我们都有很棒的明星，那他还是要看的。所以台湾还是培养明星比较自在。那关于娱乐人才的培养，就说我也跟各位很多年轻人讲，不见得完全是因为另类可以发展。就是如果中国市场够大的时候，台湾因为竞争太厉害，只能做主流，不能做另类。可是另类有总有一天会变成主流，一定的。所以这点是很重要的事情，在发展娱乐人才方面是非常值得上的一门课啊。所以这一点关于娱乐人才的培养，在教育方面啊，我觉得我们台湾还是有很多机会，因为我们真的是风气自由才有教育，教育自由我觉得才会能培养很多人才出来。未来几年台湾的这跟娱乐相关的教育的重点应该是在一方面强调通才，我所谓的通才就是说他对整个娱乐的产业他应该是有概念有热情的。那另外一方面呢，要有专才。什么叫专才？刚刚伟忠哥讲说行销，你去问台湾的广电科系电影系的学生啊，你问他未来想做什么，大概80%-90%都两个答案，第一个导演，第二个男主角或女主角。有没有人想去当这个通路的开创者啊？有没有人想去当人才的挖掘者，或者有没有人想去当资金的筹募者？好像都没有。所以我们在看到魏德圣导演前两天也闹了一个新闻嘛，说他去这个到处张罗资金，看人脸色苦哈哈的。那这个事为什么是导演来做？因为台湾的过去在娱乐相关产业的科系啊，并没有这方面的培养，所以我想这未来这个部分其实是很重要的。娱乐产业不只是要走向华人市场，如果是要走向全世界的话，各个领域的专才的协助，资金啊、行销啊、通路啊、人才挖掘、明星挖掘等等，甚至啊，比方说为什么这次的赛特克巴莱只有在戏院，他为什么没有7分钟的短片在手机上帮他做开发？为什么没有？应该可以有啊。那也许这个部分到时候都有人可以来协助魏德圣魏导演或我们的林导演啊。那另外就是我觉得娱乐产业的这个走向教育啊，刚刚这个詹仁雄特别提到，这个其实很多国家已经在做了，像美国的国小现在就开始去思考说怎么把卡通结合做教育，那这个其实很有效。